各位观众，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四月一号，星期一，农历二月二十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会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李强会见法国外长；丁薛祥在北京、河北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随着粮食主产区陆续进入春耕用水高峰，全国春灌大面积展开。二零三零年，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将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已经准备好进攻拉法。巴武装组织称，在多地与以军激烈交火。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四月一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普拉博沃当选印尼总统，并请其转达对佐科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过去十年，我和佐科总统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取得沉甸甸的成果。雅万高铁成为两国高质量合作的金字招牌，中印尼关系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尼关系，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印尼关系取得宝贵成就，关键在于坚持战略自主。 坚持互信互助，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公平正义。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过去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始终相互支持，今后也应该精诚团结，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共同发展的样板，南南合作的先锋。双方应该坚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支持。中方愿同印尼保持密切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两国双园和区域综合经济走廊项目，持续深化海上合作。中方愿在减贫脱贫领域同印尼加强合作，提供支持。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双方应该积极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弘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维护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 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普拉博沃转达佐科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很高兴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印尼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我对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非常钦佩，愿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深化治国理政交流。中国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深入参与印尼经济建设，助力印尼国家发展。我完全支持发展更加紧密的印尼同中国关系。 愿延续佐科总统的对华友好政策，坚持独立自主，恪守印尼政府一贯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进两国关系更加全面和高质量发展，落实好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 印尼新政府愿积极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经贸、脱贫等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主持公道、正义，我深表赞赏。印尼愿同中方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调合作，为南南合作作出更大贡献。王毅参加会谈。 四月一号出版的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文章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 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在京会见法国外长塞茹尔内。 李强表示，中法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大国关系前列。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互致贺电，一致同意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中方愿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传统领域和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以中法关系的稳定性促进两国更好发展，也为。 为世界发展注入确定性。希望法方积极推动欧方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双方关切。塞茹尔内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阵营对抗、脱钩断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 三月三十号至三十一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强在北京房山、河北涿州调研，并在涿州主持召开座谈会。丁薛强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有序推进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着力把各项工程打造成为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 三十号下午，丁学祥来到北京房山大石河河道修复工程建设现场，了解增发国债资金支持水毁水利工程重建进展，查看河底疏浚、岸坡修复等施工情况，并与施工人员进行交流。前往国道幺零八复线道路修复工程建设现场，了解水毁交通基础设施重建情况，听取工程质量控制和监理情况汇报。 丁薛祥指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是百年大计，要坚持质量第一，恢复重建与功能提升并重，确保经得起时间检验，更好保障首都防洪安全。 三十一号上午，丁薛祥来到河北保定北拒马河涿州段应急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了解工程重建进展，查看堤坡防护作业情况，走进天桥社区双塔中学小区，了解灾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老旧小区居民民生改善等情况，并入户与居民进行交流。 丁学强强调，要合理把握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重点恢复重建工程在今年汛期前投入使用。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结合开展灾后恢复重建，不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 在三十一号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丁学强表示，增发一万亿元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加强资金和要素保障，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把增发国债资金作为财会监督的重点，强化全流程监管，严防虚报冒领、资金浪费。 挤占挪用，管好用好每一笔资金，确保花在刀刃上，用出效益来。 认真开展实地督导，建立健全项目监管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切实把民心工程建设成优质工程。继续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眼下，随着粮食主产区陆续进入春耕用水高峰，全国春灌大面积展开。今年，各地聚焦高效灌溉、节水灌溉、科学灌溉，开展了一系列设施装备技术的改造升级。山西统筹各类涉农资金近六千万元，建设四十万亩有机旱作集成技术示范区。 义城县利民灌区新引入贴片式滴灌带，可在小麦各生长阶段，根据需要把水肥精准输送到麦苗的根部，平均节水一半以上。 一亩地里头大概有三千三百个这样的孔，呃，每次大概就是四个小时左右。湖南今年继续加快五十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推进大中型灌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恢复二点五万处农村小水源供水能力。 这几天，望城正在春灌，得益于当地提前对山塘、沟渠等水利设施进行全面整修，眼下灌区内的输水网络畅通无阻。 今年我们畅通了中梗阻渠道二十三点七公里，可以让潼关灌区的水源直达农田，灌溉效率也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安徽淠史杭灌区是灌溉面积超过一千万亩的特大型灌区。今年春灌前，淠史杭灌区有二十七项工程完成了现代化改造，三千八百多处监测站点构建起立体感知网。 可以将各地降雨、渠道输水等情况实时汇集到数字灌区系统上，为合理配置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得益于这三千多双眼睛呢，经过这个数字灌区系统的不断的优化调整，我们最后计划灌溉水稻九百四十五万亩，从大型水库引水呢三十一亿立方米。水利部调度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一千七百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水量二十九亿方，灌溉面积超过四千一百九十万亩。 二零二三年四月一号，《黄河保护法》正式实施。今天是《黄河保护法》施行一周年。一年来，沿黄九省区依靠法治力量共护黄河安澜，开启依法治河新篇章。在青海省玛多县黄河园区，生态管护员正在开展巡护、监测等工作。 黄河保护法实行以后，我们更有底气了，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黄河。现在整个黄河源园,园区的生态变得是越来越好了。今天黄河全域进入修禁渔期，农业农村部、公安部联合启动“中国渔政亮剑二零二四”专项执法行动。二零二三年，山东省向黄河三角洲补水二点零九亿立方米。 山西吕梁市将再生水纳入全市水资源统筹调配体系，目前再生水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点七三，每年减少地表水取用量三百六十四万吨。目前，黄河流域获得国家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的城市已达二十二个。最根本的还是保护意识的转变。下一步要把节水的设施、节水的设备、节水的生活方式推广开。 一年来，在法律的保护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二零二三年优良水质比例较上一年提高三点五个百分点。一年来，黄河流域新增水土保持治理面积一点二五万平方公里，河湖库生态稳定向好。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我国将在长三角、粤港澳、成渝、江西等地打造一批通用航空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从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示范验证到应用推广的一体化创新发展产业生态。进入三月份，不少地方加大投入通用航空应用场景。安徽合肥开通了无人机医疗物资运输航线。 广汽飞行汽车也在几天前在广州 CBD 完成复杂低空环境飞行验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在航空应急救援、物流配送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城市空中交通实现商业运行，形成二十个以上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示范，打造十家以上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通用航空产业链龙头企业。 形成万亿级规模的通用航空产业市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新模式，在我国将基本建立。记者从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一百三十五届广交会将于四月十五号至五月五号在广州举办，展览面积达一百五十五万平方米。 目前已有来自二百一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九点三万采购商完成预注册，超往届同期规模。本届广交会以创新活力为特色，参展企业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超五千五百家，比上届增长百分之二十。将展出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类型产品超九万件。 清明节临近，各地迎来祭扫高峰。今年，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鲜花、植树、家庭追思等祭扫方式，同时树葬、海撒等节地生态葬的方式也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 山西、湖南等地在山区免费为群众提供鲜花和树苗；在江西吉安，村民们通过向孩子们分享先辈的故事，传承美好的家风；北京、江苏等地的民政部门免费提供时空邮箱、水溶祭祀等多项服务，群众可以写一张卡片挂在树上，放入时空邮箱或溶于水中，寄托对亲人的思念。 为满足群众祭扫需求，民政部要求从今天起到四月七号，各地民政部门要落实专人值班和祭扫情况日报告制度，通过增设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向社会及时公布祭扫信息等措施，实现错峰祭扫。 一些殡葬服务机构还通过开设接驳车、设置绿色通道等措施，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祭扫需求。我们在院内也是设置了多处的便民服务点，啊，放置有便民服务箱、药箱，还有免费的共享轮椅和共享雨伞，不占土地，回归自然。 近年来，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各地出台资金补贴等政策，鼓励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清明节期间，天津、青岛、大连等海滨城市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了骨灰海撒服务。爷爷奶奶、父亲都选择了这个海葬，老人以前就有这个要求。 为了鼓励这个节地生态安葬的发展啊，民政部等部门呢鼓励地方呢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优惠、资金的奖补政策。目前这种节地生态的方式啊，数量是在逐年的扩大。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上午，军地领导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地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军地领导和部队官兵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固正、培土围堰、浇水灌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共栽种白皮松、油松、国槐等苗木两千余株。新修订的快递服务国家标准今起正式实施，快递服务再优化。 标准对用户下单和投递方式进行了细分，更好适应寄递用户个性化需求，增加快递用户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中的数据安全要求。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全国一百三十一个试点城市启动为期一年的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工作。 异地长期居住、常住异地工作和异地转诊转院等三类参保工伤职工，在完成工伤认定、工伤复发确认、工伤康复确认或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后，可申请办理异地直接结算。 水利部发布，从今天起，我国进入汛期。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总体形势旱涝并发，涝重于旱，全国七大江河均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暴雨洪水，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水利部部署各地水利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好重要水工程调度和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马尔党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机组装机容量55万千瓦，预计每天能发出1320万度绿电，可满足110万个家庭一天用电需求。水电站位于青海果洛，共设计五台机组，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是黄河流域海拔最高、在建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今天，雄安新区四个重点民生项目集中开业，包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雄安新区健康中国传播大厦、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雄安白塔幼儿园。记者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了解到，北部湾港六个泊位日前顺利通过验收核验。 增加了从事外贸货物作业资质，预计年进出口货物吞吐量将提高两千余万吨。至此，北部湾港外贸泊位增至七十八个。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天阳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扩区顺利完成封关验收。此次扩区面积3.58平方公里，涉及浦东机场南侧区域和芦潮港区域，重点聚焦国产大飞机战略配套以及保税维修检测等创新业态。 记者从二连边检站获悉，今天起，内蒙古二连浩特公路口岸货运通道实行为期六个月的二十四小时通关，成为中国首个对蒙古国二十四小时货运通关的公路口岸。 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今天红吉拉甫口岸开关，迎接进出境旅客、车辆和货物。因受高海拔和冰雪天气影响，中巴两国协议每年四月至十一月开关，十二月至次年三月闭关。 大秦铁路今起开展为期三十天的春季集中修施工，期间每天九至十二时全线停运，对钢轨、轨枕等进行更换，并对供电接触网、信号设备等进行整修更新。大秦铁路作为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年运输煤炭四亿吨以上。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首次在缅北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打击行动，成功抓获八百零七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其中缅甸籍犯罪嫌疑人四百五十五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三百五十二名。按照双方协定，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已于三月三十一号全部移交我方。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十七、十八世纪的中法交往展，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要项目，于今日至六月三十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通过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以及其他收藏机构的大约二百件文物精品，展现百年间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交往史，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 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乐之春艺术节昨晚开幕，海内外十五家演奏团体将在艺术节期间为观众呈现十九场高水平民族音乐会，以国乐经典与新篇佳作展现传统文化底蕴和创新创造活力。艺术节将持续至四月底。 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中心最新统计，我国野生东北虎豹种群数量出现新增长。近一年来，已监测到新繁殖幼虎二十只以上，幼豹十五只以上。目前，东北虎豹的活动面积超一点一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月三十一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行动。内塔尼亚胡称，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以军进攻拉法，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军当天还对加沙地带中部阿克萨医院发动空袭。以军声称，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指挥中心藏在该医院。 同一天，哈马斯和杰哈德方面分别发布消息说，继续在加沙城和戴尔拜拉赫等地打击以军目标，与以军激烈交火。三月三十一号，由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宣誓就职。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新政府有二十三名部长，其中六人来自加沙地带。穆斯塔法同时兼任外交部长。 新政府确认，其主要任务包括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重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稳定巴经济形势。约十万名以色列民众三月三十一号在以色列议会大楼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抗议者还要求以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协议，释放被扣押人员。 俄罗斯国防部三月三十一号称，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远程空基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集群打击，破坏了乌克兰国防企业武器装备的维修和生产工作。俄军还在一百多个地区打击了乌军组装和存放无人机的车间、军事装备等目标。 乌克兰总参谋部当天称，乌军拦截了俄方九枚巡航导弹和九架无人机。乌军还对俄军人员装备集中区、防空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媒体报道称，因俄军袭击了乌南部的高压变电站，导致敖德萨地区停电。 俄罗斯外交部三月三十一号称，俄有关部门在调查后发现，莫斯科州恐袭事件的犯罪踪迹指向乌克兰。俄外交部称，乌克兰此前已经策划了包括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等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俄方要求乌方逮捕并引渡包括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在内的所有参与恐袭的人员，立即停止一切对恐怖活动的支持。 对此，乌国家安全局发表声明称，俄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乌方参与了莫斯科州恐袭事件，俄方的相关言论毫无价值。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叙利亚军方三月三十一号称，当晚以色列从格兰高地方向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发动导弹袭,袭击，造成两名平民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未回应。 根据叙军方发布的消息，这是近四天来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的第三次空袭，其中三月二十九号的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亡。 据日本 TBS 电视台三月三十一号报道，日本新闻网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当前岸田内阁支持率跌至百分之二十二点八，为岸田内阁成立以来该媒体民调结果新低。岸田内阁不支持率较上一次民调结果上升了零点六个百分点，为百分之七十五。 美国东海岸重要港口巴尔的摩一座大桥因集装箱船撞击坍塌。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三月三十一号称，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清理塌桥残骸以及重新开放巴尔的摩港所需的时间，而如何处理撞塌大桥的船只也是难题。 布蒂吉格此前称，每天进出巴尔的摩港口的货物价值在一亿到两亿美元之间。港口关闭将直接影响八千个工作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此次事故的保险索赔额高达四十亿美元。 自三月三十一号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部分加入申根区的相关决定正式生效。两国与申根区其他国家间的欧盟内部空中和海上边境管制取消。欧盟去年同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部分加入申根区，后续将进一步决定何时取消两国与申根区其他国家之间的陆地边境检查。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再见。